两种原料按比例配比后，采用装载机运至原料车间，经间歇式炼板给料机定量给料。再送入恶式破碎机进行粗碎，粗碎后的原料经皮带输送机送到锤式粉碎机进行粉碎。粉碎后的原料经输送机送入滚筒筛进行筛分，筛上粗料经皮带输送机送入雷蒙膜进行粉磨。粉磨后的细料连同筛下料及除尘器回收的粉尘料一起送入双轴搅拌机进行混料搅拌。以上设备均加装抽风管进行除尘，以减少车间的粉尘，再由爬坡皮带输送机送至可逆式布料机。经可逆式布料机按出料的先后均匀布料陈化，使水分充分地渗透到每一个小颗粒当中，以增加原料的塑性，从而提高产品的质量，同时也起着储存中转的作用。达到陈化要求的原料通过多斗取料机均匀送入皮带输送机，进入间歇式皮带给料机均匀定量供料，经皮带输送机送入双轴搅拌挤出机，再次加水进行搅拌挤炼，经皮带输送机把充分处理好的原料送入双极真空挤出机进行挤出，挤出的坯条经由全自动切条机按规定的长度进行垂直切割后，直接送入全自动切坯机切割成坯块，送入全自动码坯系统，先进行叠坯、翻坯、分坯、编组，再由自动加坯系统码放到摇车上。该自动码坯机组是公司根据国内实际情况，吸纳国外先进技术，自行设计研制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并荣获国家多项专利的新型码坯设备，并由陕西省科技厅进行了成果鉴定。专家组一致认为，该机组采用机电一体化技术，实现了叠坯、翻坯、分坯、编组、码坯五个模块链接和全部自动化，运用集散控制技术，各模块独立控制和运行，并采用计算机控制技术，对整个生产过程实现集中控制和管理，对要求精确控制的环节，全部采用交流伺服控制系统，运行精度高，整个系统安全可靠。该机组结构紧凑，占地面积小，适合不同场地的平面布置，适应不同制品的要求。所采用的旋转翻坯机构适应多品种生产，生产效率高。该机组设计合理，技术先进，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整体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部分电气设计和旋转翻坯技术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码好专坯的摇车经由定位拉引机、摆渡车、牵引机、干燥摇液压顶车机送进干燥摇进行排潮烘干，烘干好的专坯由出口拉引机、摆渡车、背烧摇液压顶车机送入背烧摇进行背烧。背烧摇和干燥摇都加装热欧器进行摇温监测，
监测的数据传输到中控室计算机进行显示，通过工作人员操作风机变频器，以改变风机风量，从而改变窑炉温度，保证砖坯质量。被烧好的成品经由出口拉引机、摆渡车、回车牵引机送到全自动卸舵机。卸舵机由计算机全自动控制，极大地降低了人工劳动的强度。卸舵机将卸下的成品舵放到托盘上，由叉车铲到场地进行成品堆放，或直接装入货车拉运。